财运好的人，我们往往都会很羡慕对方，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比别人更多的财富和机会。这样的人往往会让身边的人都眼红。俗话说得好，夫妻同心其利断金。若是夫妻之间能同心协力的话，一定能有好的财运。再加上很多父母若是福报比较多，生出来的孩子也很聪明，很有财运。1994年属狗，94年出生的生肖属狗之人一生运势超顺。不管是事业上的机会还是财运上的机会，你们的运势都是超好的。生于这一年生肖属狗的人来说，你们命里贵人显著。不管是事业上的机会还是财运上的机会都是超顺，也是超好的。你们生来和财神结缘，一生有享不尽的福气和财气，也是人人羡慕的上等命，更是越活越有钱的富贵命。2001属蛇，01年出生的生肖属蛇之人运势上涨，不管是财运还是横财运都是非常令人羡慕的。而且生于这一年的生肖属蛇之人，你们的身边有很多的财富惊喜，对于你们而言，人生中有很多的惊喜，生来就和财神爷投缘的你们，这一生都是顺风顺水，也是好运缠身，而且也是越老越有钱，一生都是幸福美满。1998年属虎，98年出生的盛夏属虎之人，你们命中带财，生来就与众不同，不管是在事业上的机会还是财运上的收获都是超级有爱，也是超级有钱的。对于你们而言，人生中有很多的不以为然，你们的存在就是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很多的惊喜。童年故事，这一年出生的盛夏属虎之人命里贵人旺盛，只要肯付出，那么你们必定是机会不断。